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三颗星。马林啊，瑞普提，你在干嘛呢？数星星呢。为什么？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今天很奇怪，就是睡不着。可是瑞普提，你不是去野营了吗？等一会儿我再去。马林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唱摇篮曲。你是觉得对不起我才没去露营地的？好吧，那就哄我睡觉吧，我睡着了你才能安心的去露营地呀。那我唱了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马林，做一个美好的，我真的困了，谢谢你瑞普提，我睡了。快来，马林！马林，快来呀！哇，太漂亮了！马林，睡着了吗？哎呦，可睡着了，看来还做了个非常幸福的梦呢。朋友们，开始行动了。好的。再来一点儿。好好的，下来吧。到底带谁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来？帮帮忙！天哪，那是怎么搞的？朋友们，小娟，我们刚刚巡逻完，正在前往露营地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海莉来电话说特里和马林在云坡出事情了，现在请大家马上赶往那边。知道了，大家快一点。绳子要松开了，马林，再使点劲儿！这肯定是个做梦吧？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大家快点！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安爸，没事吧？真的是太惊险了。什么？那大家在露营地里等的特殊客人就是马林吗？我听马林说，他从小到大一次野营也没有参加过，所以就想带他来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马林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没事，虽然去不成露营地，但是你们的心意让我感到幸福极了。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呢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哇，我竟然能穿行于丛林，原来这个就是山谷啊。太好了，马林终于可以去露营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尽情的看吧，马林，这里就是布鲁姆斯森林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山呢。马上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。太帅了！快来，马林！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天的露营最漂亮，最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林也来到了这里。马林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有如此奇妙又梦幻的经历。露营地比我梦里看到的更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我们跟你在一起也很高兴。看那里，流星。什么？想来农场体验一下？
嗯，斯库比和孩子们来你的农场进行一天的农活体验，来学习一下如何种植农作物，同时也了解一下种植农作物需要花费多少心血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是孩子们会喜欢来这种地方吗？当然会了，这是多么特别的一种体验啊！那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？不用做任何准备，一切照旧进行就行。不过再怎么说也是有客人要来我家，按照平常那样真的可以吗？嗯，这下可以了吧？不过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，再添上点什么感觉更漂亮呢？哦，对了，鲜花。有了这些野花，我的院子看上去就更漂亮了。看起来这花的根扎得好深呐！特瑞奇，特瑞奇，嘿，哦。农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帮帮我！特瑞奇！天哪，特瑞奇！海莉，帮帮我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打电话说，特瑞奇在他的农场出事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行动。好。别担心，特瑞奇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罗伊，你和我卸下几块板子，弄出点缝隙来。海莉安巴，你们去仓库里面协助援救。知道了。天哪，特瑞奇被货架给卡住了，马上行动。嗯。现在可以拿掉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得救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没事就好。我这才发现农场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就是啊，栅栏也都倒了，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孩子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但是我发现农场不怎么漂亮，我想好好的装扮一下农场，就去山坡上采野花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明天的邀请要取消吗？为什么取消？大家一起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可以正常接待客人了。没错，我们一起帮你。真的？谢谢你们。原样了，你们觉得这个样子招待孩子们怎么样？我觉得现在非常好啊。我也觉得很好，我很喜欢那片绿油油的菜地，也很想知道整整齐齐摆在仓库旁边的农具如何使用。栅栏那边的山坡也漂亮极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院子里到处都是宝物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特瑞奇，所以你就放心好了，斯库比和孩子们肯定会非常喜欢你的农场的。没错。请在开头帮我写上致亲爱的挚友瑞普提。
然后呢？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还得告诉他你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，我真的是忘了。不过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就自责不已，这样写行吗？好好，太喜欢了。在后院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花种在花盆里了，他会喜欢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总之这次真心希望你能和瑞普提和好如初。我也希望如此，那我走喽。再见，麦克斯。瑞普提，吓我一跳。你在等麦克斯吗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即使来了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。是吗？瑞普提，看哪，麦克斯又来了。哪儿呢？真的呀。我赶紧去仓库待着，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我在哪儿啊，记住了。真是。你好，特里。你好，瑞普提可能在仓库呢。谢谢你，特里。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。朋友们，帮个忙。好的。瑞普提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。瑞普提，我不想理你。哼，瑞普提，你为什么老找我？真烦人。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瑞普提，拜托。小心，要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这么点东西。糟糕，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。看吧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就是你有个奇怪的毛病，那就是不听别人劝告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。对不起。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拜托，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发火了。拜托，瑞普提，都说了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以后去救麦克斯。好的。快点。海莉，这儿。快点。麦克斯。麦克斯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得救了。好了，朋友们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大家出发吧。是海莉，她来做什么？
海莉。你好，雷迪。你干嘛呢，海莉？小娟说想吃鱼，我正准备钓鱼呢。你会钓鱼吗？当然，像这样抛出鱼竿，然后等着就行了。是吗？那我要不要送条鱼给阿姨呢？大鱼来喽！天哪，雷迪，太感动了。我想阿姨肯定会很高兴的吧。雷迪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海莉，你钓鱼吧，再见。哦，好的。上钩，上钩。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海草啊。海莉不是很自信吗？看来钓鱼水平一般嘛。这跟我的水平没关系，我钓鱼时连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那人家彼得先生怎么能在那里钓到那么多的鱼呢？海莉，你是不是没用鱼饵啊？鱼饵？那是什么？鱼饵就是引诱鱼上钩的食物。对，我好像也曾经听说过钓鱼要用鱼饵。原来这样。什么嘛，海莉，你对钓鱼是一窍不通，还说什么去抓鱼？我还以为要有鱼竿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海莉真有你的。那用什么做鱼饵比较好呢？到底还需要等多久啊？真是困死我了。不能睡，不能睡。雷迪，起竿。阿姨。天哪，你竟然在这里睡着了。可能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大家一大早就起床开始干活了。对不起阿姨，我这就过去帮忙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想知道你抓了多少鱼。没，我一条都没抓到。我觉得我是不是什么都干不好。别灰心，雷迪。就是因为鱼也都睡觉了，所以你没抓到。是吗？可是我好困呢。麻烦你们再快一点，马上就到离港的时间了。知道了。你们都快点吧，雷迪，你去把那边的货物取过来吧。知道了。怎么这么困呢？什么声音？醒醒，雷迪！不可以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玩具都掉到水里了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百乐阿姨报警说，码头集装箱的货物掉进了大海里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慢慢把货物推到岸边吧。好的。
沿着布鲁斯小镇的铁轨斯普奇在路上飞驰，沿着铁轨应该就可以见到崔诺了吧。等等我，崔诺，斯普奇来也。崔诺，崔诺，这里就是以后我要经过的布鲁姆斯小镇，为庆典增光添彩的崔诺来喽。肯定会沿着这条路来的，难道我来得太早了？哦，好像来了。我是今天的嘉宾，阳光帅气的崔诺。哦，天哪，小麻雀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坐在这里。看不到啊。啊，这只小麻雀，你飞来飞去挡住我的视线，这让我很不方便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崔诺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让开，站在那里太危险了。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让你躲开，我没办法立刻停下来。他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卡住了。崔诺到底到哪儿了？快闪开！哦，闪开！快闪开！别过来！怎么办？天哪！斯普奇，危险！快让开！轮胎被卡住了。什么？赶快改变一下轨道！崔诺！不要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斯普奇到底去哪儿了？还不来？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是啊，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海莉，出什么事了？海莉，这里是交叉线路附近的山谷，崔诺还差一点就掉进山谷里了。什么？看来我们得请山岳救援队过来营救了。车体慢慢往下倾斜，再拖下去，依靠我们的力量就无能为力了。知道了，海莉。朋友们，我马上请求支援，请你们现在赶快赶往事故现场。好。别担心，小军，我们马上赶过去，你把地址传过来。谢谢你，马克。卡莉，你还能再快点吗？当然，大家装好了，全速前进。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朋友们正在来的路上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差不多到了，大家做好下去的准备。好的，好的。崖下面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负责上面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马克，马奇，快，马上就来，我要掉下去了，抓紧，我别动手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。海莉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快去帮卡莉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卡莉。好，往上拉吧。得救了，崔诺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不用客气，你没事就好，崔诺。马克、巴奇，多亏了你们，才能顺利的救下崔诺呀。真的很感谢。不用客气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去庆典现场看看吧。嗯。大叔也真是的，百乐阿姨如果没有发现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还不是大事，烧得很厉害吗？是吗？还有大叔，你那样什么都不吃是不行的。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呢？想吃的东西，要说想吃的，山草莓为什么突然提起山草莓了？那是威勒先生病得很厉害。什么？威勒先生生病了？嗯，可是他别的东西都吃不下了，只是说想吃一些山草莓。啊，可怎么办呢？上次的山草莓已经是最后的了。对呀，不是说树林里有蛇吗？不，我才不害怕蛇呢，一点都不。再怎么转都没有看见呢，到底在哪里能找到山草莓呢？哦，那个是山草莓吗？过去看看。哎呦！救命啊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报告说，特瑞奇在云雀谷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好。特瑞奇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别担心，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下去救你。好的。我跟安巴下去，罗伊和海莉在上面帮忙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吓坏了吧？马上就带你出去。谢谢安巴。怎么了，特瑞奇？那边有很多蛇。什么？天哪，我们好像掉进蛇窝里了。关掉电灯，保护特瑞奇。好，特瑞奇，你紧紧跟在我身后。只要大家沉着应对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安巴，我负责对付蛇，你快带着特瑞奇离开这里。好。搞定了。海莉，什么事？鲍里，看起来我们是来到蛇窝里面了。什么？我们出去之前帮我们看着洞里的情况。好。好了，镇静一点，我们并不是想攻击你们，只想把我们的朋友从这里带走。波利，左边也过来好多蛇。什么？安巴，你快点。太好了。罗伊，把特瑞奇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你也快上来。别担心，冷静一点，我们来之前并不知道这里是你们的家，现在就出去了。原来是为了给威勒先生摘山草莓才这样的呀。可是在这里哪有山草莓啊？那边岩石后面，我爬过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了。是吗？那边是悬崖呀。哇，朋友们，这里真的有好多山草莓啊。
真的？哇，太好了，威勒先生能吃到山草莓了。啊，肯定就在那边。哦，有，只要使用那台机器就可以隐身了，对吧？小娟在呢。海莉，我能使用一次那台机器吗？这个吗？估计小娟不会同意的。我要是能用一次那台机器就好了。透明光线用在什么地方好呢？偷偷潜入敌军，窃取情报，进行间谍活动。哦，救援队可不能做这种事情，还是找找别的办法吧。走了。透明光线难道就是从这里出来的？怎么用呢？哇，透明光线！我不会是已经隐身了吧？哇，是真的呀！哟吼，我成了隐身车了。啊，波利，总部没有什么事。是小娟，我得赶紧离开。这是米的，这是彼得先生的。哇，包裹怎么？救救波斯提！你好，克里尼。垃圾怎么会说话呢？嘿嘿，那接下来我要去戏弄一下谁呢？那不是凯普吗？他想干嘛呢？我要走近一点瞧瞧去。为什么偏偏停在了这里？无论如何，我也得走到那里才行。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救救凯普！谁呀？要是知道了我是谁，你肯定吓一跳。我是来帮你的，跟我来。我不，放开我！我绝对不会被幽灵你拖走的，绝不。凯普，快来救救我！那不是斯普奇的声音吗？斯普奇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斯普奇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呀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接到了凯普的报警电话，可能是斯普奇出事了。我告诉你们位置，请你们马上行动。知道了。冷静点，斯普奇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是判断失误，反而会让斯普奇更危险。看不见他在哪里，很难给他安装安全装置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波利，我们用白色面粉试一试吧。面粉落到了斯普奇身上，我们就能看到他了。好主意，我们马上试试。斯普奇，开始了，稍微忍耐一下。知道了。很有效果，面粉落在斯普奇的身上，渐渐就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了。嘿，好了，罗伊，你继续撒面粉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斯普奇。放心吧，安巴，走。求你了，小娟，帮帮我吧！以后不会再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了吧？我记住了。也不会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。我发誓。好，我就相信你一次。解除光线发射。成功了吗？真奇怪，怎么看不到斯普奇？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光线照一下，我就能恢复原样吗？就是呢，不应该这样啊！难道机器坏了？怎么会呢？那怎么会看不到它呢？
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快点，邓普，没时间了。布鲁诺，拜托你慢一点走吧。现在走得很慢啦。别这样，只是爬坡的时候，帮我拿一个箱子行吗？不行，那样连我都会变慢的。快点，这样会错过超级碗比赛的。真是的。布鲁诺，帮帮我！都说了不行了。邓普，救救我！邓普！邓普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收到报警电话说，邓普在云坡下面被压在农场的干草堆里了，请大家马上出动。好的。好像多亏了这些草垛，伤得才不严重。爆掉的轮胎马上给你紧急处理，不管怎样，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。谢谢朋友们，不客气。顺便问一下，那些货物怎么办？货物？对了，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呢，完全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彼得先生知道了会大发雷霆的。都是因为我，真对不起邓普。我早点帮你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完成工作，及时看上超级碗比赛了。朋友们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分类装好呢？这个嘛，虽说不是不可能，但好像得花费不少时间呢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沙子和钉子全部都混到一起了。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想起来了，用电磁铁手怎么样？利用磁铁只能吸住铁的特性。对，钉子是铁的，当然可以被磁铁吸起来。沙子是不会被磁铁吸起来的，用电磁铁把钉子全部吸出来，然后把剩下的沙子都装起来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那我们在这里处理完剩下的事情，你快去把电磁铁手拿来吧。好的。拜托了，海莉。开到工地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谢谢恩巴。哎呀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朋友们，电磁手拿来了。辛苦了，海莉。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任务完成吧。哇，吸住了，吸住了。现在把它们装进箱子。哇，太神奇了。这就是电磁铁的力量。多亏了海莉，应该很快就能干完了。是啊，海莉把钉子收了起来，那咱们就把散了的沙子收起来装好吧，怎么样？好。等一下，这样的活还是交给我吧。这是我的专长嘛。谢谢布鲁诺。不客气，朋友的事当然要帮忙啦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是的。好，现在安安全全的装好了。
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不重吗？我再帮你拿点吧。不用了，没事。朋友们，今天真的很感谢呀。不客气，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凯普，就算不幸的游子很可怕，可是每次经过这条路时，我们也不能总是一起结伴走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敢自己走这条路了。看来凯普被吓得不轻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也是，感觉会有什么跳出来似的。大家镇静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应该不敢随便乱来的。也不知道救援队打算怎么处置不幸的游子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的诅咒生效了吧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呢？谁是诅咒？我们小李，我要过去，给我让开！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闸门漏水了！如果堤坝坍塌了，整个小镇都会被淹没的。水势太猛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快来人呐！这个嘛，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？特瑞奇在水库的那边。天哪，特瑞奇正在用身体堵着快要垮掉的闸门。什么？海莉，你先过去帮助特瑞奇。好的。我们也抓紧时间吧。是谁？我是救援队的，大家很快就来，你要挺住。好的。安巴，你去堵住闸门，不要让它垮掉。等特瑞奇让出来后，罗伊用适当的岩石堵住洞口。好的。特瑞奇，准备好了，波利。我也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现在慢慢的退出来吧。罗伊，快点！马上就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小镇。太谢谢你了，特瑞奇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只是担心淹了我的地儿才那么做的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特瑞奇，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个朋友的。朋友？是啊，你就对我们敞开一点心扉吧，让我们能和你做朋友。不用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讨厌我。那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，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，相信我。没错，泡利说的对，就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真面貌吧。是啊，特瑞奇，鼓起勇气来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可是我特瑞奇，快出来吧，我们做朋友了。特瑞奇，今天不会还不出来吧？我也想见见特瑞奇。特瑞奇，要是你还没有勇气面对大家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我也要出来了。看，大家好，我叫特瑞奇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特瑞奇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特瑞奇。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的大手会吓一跳呢。不会的，特瑞奇，你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
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真对不起，特瑞奇。没有，现在你们能理解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你能对我们敞开心扉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特瑞奇，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谢谢大家。沿着布鲁斯小镇的铁轨，斯普奇在路上飞驰。沿着铁轨，应该就可以见到崔诺了吧？等等我，崔诺，斯普奇来也！崔诺，崔诺，这里就是以后我要经过的布鲁姆斯小镇，为庆典增光添彩的崔诺来喽！肯定会沿着这条路来的。难道我来得太早了？哦，好像来了。我是今天的嘉宾，阳光帅气的崔诺。哦，天哪，小麻雀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坐在这里。看不到啊。啊，这只小麻雀，你飞来飞去挡住我的视线，这让我很不方便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崔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让开，站在那里太危险了。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让你躲开，我没办法立刻停下来。他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卡住了。崔诺到底到哪儿了？快闪开！哦，闪开！快闪开！别过来！怎么办？天哪！斯普奇，危险！快让开！轮胎被卡住了。什么？赶快改变一下轨道！崔诺！不要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斯普奇到底去哪儿了？还不来？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是啊，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海莉，出什么事了？海莉，这里是交叉线路附近的山谷，崔诺还差一点就掉进山谷里了。什么？看来我们得请山岳救援队过来营救了。车体慢慢往下倾斜，再拖下去，依靠我们的力量就无能为力了。知道了，海莉。朋友们，我马上请求支援，请你们现在赶快赶往事故现场。好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赶过去，你把地址传过来。谢谢你，马克。哈利，你还能再快点吗？当然，大家装好了，全速前进。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朋友们正在来的路上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差不多到了，大家做好下去的准备。好的，好的。崖下面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负责上面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马克，马奇，快，马上就来！我要掉下去了，抓紧，我别松手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。海莉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快去帮卡莉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卡莉。好，往上拉吧。
救了，崔诺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不用客气，你没事就好，崔诺。马克、巴奇，多亏了你们才能顺利的救下崔诺呀，真的很感谢。不用客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去清点现场看看吧。嗯，什么？想来农场体验一下？嗯，斯库比和孩子们来你的农场进行一天的农活体验，来学习一下如何种植农作物，同时也了解一下种植农作物需要花费多少心血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可是孩子们会喜欢来这种地方吗？当然会了，这是多么特别的一种体验啊。那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？不用做任何准备，一切照旧进行就行。不过再怎么说也是有客人要来我家，按照平常那样真的可以吗？嗯，这下可以了吧。不过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，再添上点什么感觉更漂亮呢？哦，对了，鲜花。有了这些野花，我的院子看上去就更漂亮了。看起来这花的根扎得好深呐。特瑞奇，特瑞奇，嘿，哦，农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帮帮我！特瑞奇，天哪，特瑞奇，海莉，帮帮我！紧急出动，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打电话说，特瑞奇在他的农场出事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行动。好。别担心，特瑞奇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罗伊，你和我卸下几块板子，弄出点缝隙来。嗯，海莉、安巴，你们去仓库里面协助援救。知道了。天哪，特瑞奇被货架给卡住了。马上行动。嗯。可以拿掉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得救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没事就好。我这才发现农场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嗯，就是啊，栅栏也都倒了，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孩子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但是我发现农场不怎么漂亮，我想好好的装扮一下农场，就去山坡上采野花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明天的邀请要取消吗？为什么取消？大家一起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可以正常接待客人了。没错，我们一起帮你。真的？嗯，谢谢你们。恢复原样了，你们觉得这个样子招待孩子们怎么样？我觉得现在非常好啊。我也觉得很好，我很喜欢那片绿油油的菜地，也很想知道整整齐齐摆在仓库旁边的农具如何使用，栅
亮，那边的山坡也漂亮极了。对呀，我觉得这个院子里到处都是宝物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特瑞奇，所以你就放心好了，斯库比和孩子们肯定会非常喜欢你的农场的。没错。请在开头帮我写上致亲爱的挚友瑞菩提。然后呢？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还得告诉他你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，我真的是忘了。不过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就自责不已，这样写行吗？好，好，太喜欢了。在后院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花，种在花盆里了，他会喜欢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总之这次真心希望你能和瑞菩提和好如初。我也希望如此，那我走喽。再见，麦克斯。瑞菩提，吓我一跳！你在等麦克斯吗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即使来了，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。是吗？瑞菩提，看哪，麦克斯又来了。哪儿呢？真的呀！我赶紧去仓库待着，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我在哪儿啊！记住了。真是。你好，特里。你好，瑞菩提可能在仓库呢。谢谢你，特里。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，朋友们帮个忙。好的。瑞菩提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，瑞菩提。我不想理你。哼。瑞菩提，你为什么老找我？真烦人。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瑞菩提，拜托。小心，要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这么点东西。糟糕，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。看吧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就是你有个奇怪的毛病，那就是不听别人劝告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。 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拜托，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发火了。拜托，瑞菩提。都说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救命啊！罗伊，你和我去救麦克斯。好的。快点！海莉，这儿。快点！麦克斯。麦克斯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
得救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大家出发吧。是海莉，她来做什么？海莉，你好，连迪。你干嘛呢，海莉？小娟说想吃鱼，我正准备钓鱼呢。你会钓鱼吗？当然，像这样，抛出鱼竿。然后等着就行了。是吗？那我要不要送条鱼给阿姨呢？大鱼来喽！天哪，雷迪，太感动了。我想阿姨肯定会很高兴的吧。雷迪，你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海莉，你钓鱼吧，再见。哦，好的。上钩，上钩。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是海草啊！海莉不是很自信吗？看来钓鱼水平一般嘛。这跟我的水平没关系，我钓鱼时连个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那人家彼得先生怎么能在那里钓到那么多的鱼呢？海莉，你是不是没用鱼饵啊？鱼饵？那是什么？鱼饵就是引诱鱼上钩的食物。对，我好像也曾经听说过钓鱼要用鱼饵。原来这样。什么嘛，海莉，你对钓鱼是一窍不通，还说什么去抓鱼？我还以为要有鱼竿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海莉真有你的。那用什么做鱼饵比较好呢？到底还需要等多久啊？真是困死我了。不能睡，不能睡。雷迪，起竿。阿姨，天哪，你竟然在这里睡着了。可能玩着玩着就睡着了。哎，大家一大早就起床开始干活了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这就过去帮忙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想知道你抓了多少鱼。没，我一条都没抓到。我觉得我是不是什么都干不好？别灰心，雷迪。就是因为鱼也都睡觉了，所以你没抓到。是吗？可是我好困呢。麻烦你们再快一点，马上就到离港的时间了。知道了。你们都快点吧，雷迪，你去把那边的货物取过来吧。知道了。怎么这么困呢？什么声音？醒醒，雷迪！不可以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玩具都掉到水里了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百乐阿姨报警说，码头集装箱的货物掉进了大海里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知道了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慢慢把货物推到岸边吧。好的。沿着布鲁斯小镇的铁轨斯普奇在路上飞驰，沿着铁轨应该就可以见到崔诺了吧？等等我，崔诺，斯普奇来也！崔诺，崔诺，这里就是以后我要经过的布鲁姆斯小镇，为庆典增光添彩的崔诺来喽！肯定会沿着这条路来的。难道我来得太早了？哦，好像来了。我是今天的嘉宾，阳光帅气的崔诺。哦，天哪，小麻雀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坐在这里。看不到啊。啊，这只小麻雀，你飞来飞去挡住我的视线，这让我很不方便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崔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让开，站在那里太危险了。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让你躲开，我没办法立刻停下来。他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卡住了。崔诺到底到哪儿了？快闪开！哦，闪开！快闪开！别过来！怎么办？天哪！斯普奇，危险！快让开！轮胎被卡住了。什么？赶快改变一下轨道！崔诺！不要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斯普奇到底去哪儿了？还不来？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是啊，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海莉，出什么事了？海莉，这里是交叉线路附近的山谷，崔诺还差一点就掉进山谷里了。什么？看来我们得请山岳救援队过来营救了。车体慢慢往下倾斜，再拖下去，依靠我们的力量就无能为力了。知道了，海莉。朋友们，我马上请求支援，请你们现在赶快赶往事故现场。好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你把地址传过来。谢谢你，马克。哈利，你还能再快点吗？当然，大家装好了，全速前进。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朋友们正在来的路上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差不多到了，大家做好下去的准备。好的，好的。悬崖下面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负责上面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马克，马奇，快，马上就来！我要掉下去了，抓紧，我别动手！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。哈利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快去帮卡利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卡利。好，往上拉吧。嘿。
诺，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不用客气，你没事就好，崔诺。马克、巴奇，多亏了你们，才能顺利的救下崔诺呀。真的很感谢。不用客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去庆典现场看看吧。嗯。哦，大叔也真是的，百乐阿姨如果没有发现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还不是大事，烧得很厉害吗？是吗？还有大叔，你那样什么都不吃是不行的。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啊。哦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呢？想吃的东西，要说想吃的，山草莓，为什么突然提起山草莓了？那是威勒先生病得很厉害。什么？威勒先生生病了？嗯，可是他别的东西都吃不下了，只是说想吃一些山草莓。啊，可怎么办呢？上次的山草莓已经是最后的了。对呀，不是说树林里有蛇吗？不，我才不害怕蛇呢，一点都不。再怎么转都没有看见呢，到底在哪里能找到山草莓呢？哦，那个是山草莓吗？过去看看。哎呦！啊！救命啊！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刚才海莉报告说，特瑞奇在云雀谷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出动。好。特瑞奇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别担心，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下去救你。好的。我跟安巴下去，罗伊和海莉在上面帮忙，可以吗？好的。吓坏了吧？马上就带你出去。谢谢安巴。怎么了，特瑞奇？那边有很多蛇。什么？天哪，我们好像掉进蛇窝里了。关掉电灯，保护特瑞奇。好，特瑞奇，你紧紧跟在我身后。只要大家沉着应对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安巴，我负责对付蛇，你快带着特瑞奇离开这里。好。搞定了。海莉，什么事？彭里，看起来我们是来到蛇窝里面了。什么？我们出去之前帮我们看着洞里的情况。好。好了，镇静一点，我们并不是想攻击你们，只想把我们的朋友从这里带走。波利，左边也过来好多蛇。什么？安巴，你快点。快好了。罗伊，把特瑞奇拉上去。好的。波利，你也快上来。别担心，冷静一点，我们来之前并不知道这里是你们的家，现在就出去了。原来是为了给威勒先生摘山草莓才这样的呀。可是在这里哪有山草莓啊？那边
那边岩石后面，我爬过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了。是吗？那边是悬崖呀。哇，朋友们，这里真的有好多山草莓啊。真的？哇，太好了，威勒先生能吃到山草莓了。肯定就在那边。哦，有，只要使用那台机器就可以隐身了，对吧？小娟在呢。海莉，我能使用一次那台机器吗？这个吗？估计小娟不会同意的。我要是能用一次那台机器就好了。透明光线用在什么地方好呢？偷偷潜入敌军，窃取情报，进行间谍活动。救援队可不能做这种事情，还是找找别的办法吧。走了。透明光线难道就是从这里出来的？怎么用呢？哇，透明光线！我不会是已经隐身了吧？哇，是真的呀！哟吼，我成了隐身车了！帕利，总部没有什么事。是小娟，我得赶紧离开。这是米的，这是彼得先生的。哇，包裹怎么救救波斯提！你好，克里尼。垃圾怎么会说话呢？嘿嘿，那接下来我要去戏弄一下谁呢？那不是凯普吗？他想干嘛呢？我要走近一点瞧瞧去。为什么偏偏停在了这里？无论如何，我也得走到那里才行。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救救凯普！谁呀？要是知道了我是谁，你肯定吓一跳。我是来帮你的，跟我来。我不，放开我！我绝对不会被幽灵，你拖走的绝不。凯普，快来救救我！那不是斯普奇的声音吗？斯普奇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斯普奇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呀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接到了凯普的报警电话，可能是斯普奇出事了。我告诉你们位置，请你们马上行动。知道了。冷静点，斯普奇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是判断失误，反而会让斯普奇更危险。看不见他在哪里，很难给他安装安全装置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哈利，我们用白色面粉试一试吧。面粉落到了斯普奇身上，我们就能看到他了。好主意，我们马上试试。斯普奇，开始了，稍微忍耐一下。知道了。很有效果，面粉落在斯普奇的身上，渐渐就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了。嘿，好了，罗伊，你继续撒面粉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斯普奇。放心吧，安巴，走。求你了，小娟，帮帮我吧！以后不会再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了吧？我记住了。也不会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了。我发誓。好，我就相信你一次。解除光线发射。成功了吗？
真奇怪，怎么看不到斯普奇？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光线照一下，我就能恢复原样吗？就是呢，不应该这样啊！难道机器坏了？怎么会呢？那怎么会看不到它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快点，邓普，没时间了。布鲁诺，拜托你慢一点走吧。现在走得很慢啦。别这样，只是爬坡的时候，帮我拿一个箱子行吗？不行，那样连我都会变慢的。快点，这样会错过超级碗比赛的。真是的。布鲁诺，帮帮我！都说了不行了。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收到报警电话说，邓普在云坡下面被压在农场的干草堆里了，请大家马上出动。好的。好像多亏了这些草垛，伤得才不严重。爆掉的轮胎马上给你紧急处理，不管怎样，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。谢谢朋友们。不客气。顺便问一下，那些货物怎么办？货物？对了，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呢，完全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。彼得先生知道了会大发雷霆的。都是因为我，真对不起邓普。我早点帮你的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完成工作，及时看上超级碗比赛了。朋友们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分类装好呢？这个嘛，虽说不是不可能，但好像得花费不少时间呢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沙子和钉子全部都混到一起了。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想起来了，用电磁铁手怎么样？利用磁铁只能吸住铁的特性。对，钉子是铁的，当然可以被磁铁吸起来。沙子是不会被磁铁吸起来的，用电磁铁把钉子全部吸出来，然后把剩下的沙子都装起来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那我们在这里处理完剩下的事情，你快去把电磁铁手拿来吧。好的。拜托了，海莉。开到工地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谢谢恩巴。哎呀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朋友们，电磁手拿来了。辛苦了，海莉。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任务完成吧。哇，吸住了，吸住了。现在把它们装进箱子。哇，太神奇了，这就是电磁铁的力量。多亏了海莉，应该很快就能干完了。是啊，海莉把钉子收了起来，那咱们就把散了的沙子收起来装好吧，怎么样？好。等一下，这样的活还是交给我吧。这是我的专长嘛。
谢谢布鲁诺。不客气，朋友的事当然要帮忙啦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是的好，现在安安全全的装好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不重吗？我再帮你拿点吧。不用了，没事。朋友们，今天真的很感谢呀。不客气，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凯普，就算不幸的游子很可怕，可是每次经过这条路时，我们也不能总是一起结伴走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敢自己走这条路了。看来凯普被吓得不轻啊，我也觉得有点害怕。我也是，感觉会有什么跳出来似的。大家镇静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他应该不敢随便乱来的。也不知道救援队打算怎么处置不幸的游子。怎么回事？不会是你的诅咒生效了吧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呢？谁是组长？我们小李，我要过去，给我让开！为什么我会长成这个样子呢？闸门漏水了！如果堤坝坍塌了，整个小镇都会被淹没的。水势太猛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快来人呐！这个嘛，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从哪里传来的声音？嘿，特瑞奇在水库的那边。天哪，特瑞奇正在用身体堵着快要垮掉的闸门。什么？海莉，你先过去帮助特瑞奇。好的。嘿，我们也抓紧时间吧。是谁？我是救援队的，大家很快就来，你要挺住。好的。安巴，你去堵住闸门，不要让它垮掉。等特瑞奇让出来后，罗伊用适当的岩石堵住洞口。好的。特瑞奇，准备好了，波利。我也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现在慢慢的退出来吧。罗伊，快点！马上就准备好了。特瑞奇，是你救了我们的小镇。太谢谢你了，特瑞奇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只是担心淹了我的地儿才那么做的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特瑞奇，其实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个朋友的。朋友？是啊，你就对我们敞开一点心扉吧，让我们能和你做朋友。不用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讨厌我。那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你，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，相信我。没错，泡莉说的对，就让我们大家看看你的真面貌吧。是啊，特瑞奇，鼓起勇气来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可是我特瑞奇，快出来吧，我们做朋友了。特瑞奇，今天不会还不出来吧？我也想见见特瑞奇。特瑞奇，要是你还没有勇气面对大家的话，我们改天再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我要出来了。看，大家好，我叫特瑞奇，
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特瑞奇。见到你很高兴，特瑞奇。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的大手会吓一跳呢。不会的，特瑞奇，你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嗯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真对不起，特瑞奇。没有，现在你们能理解我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你能对我们敞开心扉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不管怎么说，特瑞奇，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欢迎来到我们小镇。谢谢大家。好犹豫啊。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只要把不想去斯普奇家玩的原因告诉他不就好了吗？天哪，怎么收集了这么多轮胎？我们走吧，波斯提。不可以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们叫一下斯普奇，要是他不在家，我们就走。那好吧。斯普奇，斯普奇，你在家吗？看来不在家。波斯提，刚才是你叫我吗？那个斯普奇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下次再来找你玩。我听不清，你们还是进来说吧。早知道就不叫他了。斯普奇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这儿。你干嘛呢，斯普奇？我在把红色轮胎抽出来，我要用。赶紧停下来，轮胎会倒下来的。没事的。好了，真受不了你。斯普奇。救命啊！斯普奇，凯普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轮胎真的好多呀，看来要想找对进去的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再不抓紧点，孩子们会有危险的。我看海莉先过去，对孩子们实施救援比较好。其他人跟我来吧，我之前来过一次，应该可以记得进去的路怎么走。那好，大家抓紧时间。怎么办呢？波斯提，海莉在那儿，红色轮胎的下面。我知道了，波斯提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。你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。快来人呐！救命！累死我了。罗伊，现在要往哪边走呢？四面八方都被轮胎给围起来了，我也找不到路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刚才也在这里看到过那个轮胎，看来我们一直围着这儿在转呢。我们三个得赶紧从这里走出去，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。快点，拉我出去！我快受不了了。你们再忍一下，很快就会救你们出来的。哎，光靠我自己还早着呢。这边，上次好像跟着斯普奇路过这里。有两条岔路，你想不起来是哪条了吗？这个我也搞混了。过了这边就是斯普奇的家了。别紧张，罗伊，好好想想，应该可以记起来的。波利，快来吧，这里的情况不太乐观啊。对不起，海莉。再稍等我们一会儿，罗伊正在尽全力地找进去的路呢。不是叫你跟紧我的吗？快来吧。找到了，伙伴们跟我来吧。闷死了。真是没有尽头啊，伙伴们。
快点来呀！海蒂，啊，你们来了，在这边。大家抓紧时间。嗯。凯普，斯普奇，你们还好吧？终于活过来了。